老人啊都可以吃。来了吗？吃蛋糕了不？大家都安康啊！蛋糕了，哎，拿蛋糕发。开始呢？上来就要一个。冰姐，你看到我吃的蛋糕了？哦，让人家吃蛋糕，加上豆汁吧。吃啊吃啊！大口大口咬。太奶奶阿婆都害羞了。拿蛋糕回去哥啊！来两条嘞。嗯，那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来两条。谢谢小朋友。对啊，也不辛苦。这几个？这几个？这几个啊？这个。不要搞掉哦，拿好拿好，一人一半好不好？一人一半好不好？哎，叔叔，给叔叔吃一点。嗯，吃吧。啊，这里有芊芊，深深的，可以解腻。你看你们有大鱼大肉不吃，要吃这个。我觉得这个比肉还好吃。太热了，我们都吃不下。吃蛋糕嘛，他又
因为刚刚吃饱饭。今天晚上也没想太热了，我不吃。我妈不给你吃是吗？这全部都是开胃的东西。这个好吃。这个好吃是吗？好吃吗，二嫂？好吃。吃的口水漏漏一句哦。我要吃饿一点，今天晚上我要吃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比兔肉还好吃。我也感觉是。比兔肉好吃。好吃吗？你看，冰姐看着口水都来了，喷口水了。好不好吃的？爸爸给你吃吗？嗯，很细嚼那种，辣的啊。哦，这么大一个豆腐，这个我们晚上一下你就会知道了。这个吃了一个两个，好爽吃哦！这个我要吃两个才够瘾。好爽吃哦！我要吃两个，乐乐吃几个？嗯、你还吃你要吃几个？你那么快就只来一个啦？对呀、啊，你看人冰姐吞口水了。对不起，怎么那么多煎蛋白？这个胖妹不减肥了，那个你多吃一点吧。本来我都不肥。要吃煎蛋白多一点点。好了好了，我要说错话了，我说错话了。你看最后你还不说话。有点好听的，发福了，我老看一点没关系的。你发福了，好吃煎蛋饭。这个吃好大一口啊，真的。妈妈，我的小名是不是叫乐乐？我跟你说，拿着糖来冲开水，好好喝。拿来煮，跟你说，拿来煮那个酸甜排骨更好吃。对啊。煮那酸甜排骨也好吃。嗯，酸甜怎么没早点弄？不会，做的没人家做的那么好吃。他这种手艺，有人家做的那么好吃。你的手艺有没做的那么好吃？他自己去开摊了。要在那里再装水啊！哦，他隔壁那个差点口水都流下去了。用那个弄的是吧？特别听到那点，他把人拿这来了。这些老辈子的，知道。要那个红布的引进来了，啊？怎么要红布的呢？拿后面的把呀，那个。